大家好。One left。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局哈，决胜的第五局。One off。周启豪对阵的马龙，这是 WTT 球星挑战赛啊。马龙的发球 2-1， 周启豪能够逼迫到马龙打决胜第五局也是厉害。这场比赛如果说周启豪能够取胜的话，确实是广东的骄傲啊。Let to all。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呢，会有樊振东的比赛。3-2。好球！哎呦，周启豪又是一个推的直线啊！本场比赛周启豪决胜的第五局领先两分。台的对攻哈，神仙打架般的存在。这球是一个擦边。一分的分差。白短。5-3。这球马龙的扣杀失误。5-3，周启豪领先两分，换边。决胜第五局。周启豪继续有哈，哇，看来真的是状态火热啊，又是一个理论上的死角。4-6，关键球。马龙的发球，两分的分差。5-6，马龙刚是3-6落后哈，现在连追两分。6-0，打成了6-6。